商学三子入狱，鼓吹违法达义，戴耀廷罪魁祸首。商学三子周永康、罗冠聪、黄之锋因号召支持者冲入公民广场，上周被上诉庭改判监禁，判决令黄之锋补选梦碎。曾是史上最年轻立法会议员罗冠聪，如今亦锒铛入狱。占中后受情绪困扰的周永康，曾承认是他们做的孽，但占中发起人戴耀廷却引用英国案例死撑子，公民抗命获豁免刑责。被批评为断章取义，本案翻查他过往撰文，证实他打到昨日的我。欲知更多内容，请留意新一期《东周刊》。